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白板鹅没说法，白板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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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说法，好吧？我是有身份的，对吧？哦，反正我跟混，我白板鹅。哦，我先做，我也有身份，我白板鹅，白板鹅，白板鹅。哦，我自证身份，不要打我啊！身份证吧，不去找那个，找谁？王大毛。哦，白板鹅，白板鹅。白板鹅，白板鹅，白板鹅，只跟黑皮和朱大强啊！你们两个能做做死我的是吧？哦，我秋可爱走，我们俩走。我只跟秋可爱和西安。Okay. 王大萌呢？王大萌呢？ Okay, 那我们三个一起抱团喽！抱团喽！抱团喽！白板鹅，怎么多了两个？白板鹅没说法，白板鹅刀我不值得，刀我不值得。好，你身份100%好。不对，1%。爸，我是1%。哎，你跑哪去了？哎，在前面。OK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好，10%好，好吧。10%好，我就跟你后面走啊！我绝对是跟你后面走。下面还有一个灯，下面还有一个灯。黑皮10%好。OK， 包包10%好，好吧，大家一起走，就聊这么多。你们两个10%好啊，我跟混白板鹅，别踩我就行啊。你们等会看死人数就知道了。大强很奇怪呀，我没有时间动手，跑了呀，好吧。朱大强跟团他们在一起。那这把其实狼已经出来了，在我视角狼已经出来了，真的。怎么说？我已经盘转了，盘转了，对，我已经盘转了。哎，团呢？团呢？团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这把科团10%有问题，我这么跟你讲，他的玩法，啊、对他已经自爆了。我要是狼，直接给他一刀，绝对不会出问题的。找不到了，好人记住啊，科团肯定有问题。OK， 只说这么多。OK， 只聊这么多啊、哦，白板鹅，这是我最大的贡献。找出狼，找出中。马老师，啊？什么？我怎么说？狼已出来这个事情。我去单走了。我是我加拿大，我走了。好 ，OK。我是白板鹅，我是白板鹅，我铁心你好人。见不上团儿，见不上团儿和王大谋。对，有问题的。然后秀才刚才有问题的，有问题。没对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？啊、嗯，还2000。什么？减2000，不可能，我觉得这个几率太低了吧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我跟你后面走哦，你别跑，你别，哎，哦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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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一匹高了。刁德一发言，刁德一发言，刁德一抓住现场啊。科团你是肯定掰不动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场有一个好人啊，黑皮是我从头跟到尾的，有一个好人是在中途离开的，并且他铁信我，你绝对掰不动这一票，你的游戏这把已经到此结束了啊。好，那么我再对话一下好人，刚才开局我就说了对吧，我说科团有问题，我跟黑皮也在商讨啊，这把呢先把科团给他出掉，出掉完之后所有好人，不急，先听一轮发言，再给科团最后一轮表演的机会啊！注意情绪，肢体动作带上啊！过，先，嗯呐，嗯，哦，先发言，这把我开局是跟修可爱，然后秀才哥在一起，中途呢。秀才哥离开了，然后呢朱大强就一直在我们的队伍里，但是最后第二波黑灯的时候珊珊突然出现了，就是他就说哎呀你们人呢、啊、你们人呢、啊、走了一圈终于找到你，他好像是在掩饰什么，我这波肯定是出团的嘛，我觉得珊珊也可能有一点点问题，然后看后面发言吧，过秀可爱发言。
对，这把的话，我主要能保的死保的肯定是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Okay, 那就他。然后第二个是的大强，三叉安他虽然说后面找到我们，但我不确保他是好人啊。我觉得我这把会跟你们的票，我觉得出团应该先出他啊不。这把的发言，我觉得你们怀疑我也有道理，可以先顺出嘛。你们不相信我，这一轮先把团姐出了，下一轮出我嘛，对吧？我就是我是一个人全程一个人一直在走，好吧？然后我就是灯黑了之后，我就是想找找人，因为我全程我走了一年了都没有看到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是想看看你们就是在哪，最后才是找到你们了。你们不信任我，有道理，好吧？我他跑不掉的，你很假，三三，你太假了。你也是个坏牌，知道吧？听团说一下，过。其实刚刚报警的师傅就是踩了我一手，其实我是有点点懵的。他说是我在他面前就是面刀，然后打一手懵牌。他 OK， 我这一把我就不踩他了，因为我这一把的话 okay, 打一手懵牌，然后拉我票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装好人 OK， 两套逻辑。因为我是没有见过你们任何人的。我这把没有见过你们人，然后我觉得听了上一轮的发言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三三应该是个小丑，包包和朱大强应该是有点，他们两个有点混啊，应该中间应该是有个中立在的。这把如果出我可以，你们下一轮记得开饭，好吧？我用我的死来证明，因为我觉得这一轮已经死了四个人了。能证明什么？就是说能证明什么？开饭直接投刁德一，因为这一把我是没有见过你们任何人的，我拿不准刁德一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换想换我，然后说不，他一定是狼，这把就是他是狼了，掰不动了，想换我一个，直接就是说你们这把投我，换不了。下轮开饭好吧，开饭投他，游戏结束 ，OK， 游戏结束 ，OK。好，朱大强发言，我觉得团团这波反抗力度不是很够。然后我说一下我这边线索，我确实跟新跟修可爱他们一直在一起啊，然后能保的调好人应该也是他们两个。然后那至于说刁德一踩名侦探柯谈的话，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，但是我不是小丑啊，我是前提说我不是小丑，我是一好身份啊。好，过。我现在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知道吧？就是他是加拿大，哎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是 DJ， 我直接来他一首。哎，谁？直接躲在饭堂，靠近我就开饭，哎，靠近我厨师就直接开饭，不要试图靠近我，我就这么看着，哎，手速最巨快，狼绝对来不及，连点两下就行了，好吧？马上任务要完成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狼就一个了，我们赢了，好人赢了。因为我不能出去，我现在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身份，我知道一个人的很重要的身份，知道吧？就是包包是加拿大鹅，所以 B 我只要我不死就行了，我有一票，而且谁到了包包就直接暴露，好吧？刁德一就是刁德一守在这里。等待一首任务完成，或者等待加拿大鹅阵亡，好吧？我开饭干嘛？我不开啊，肯定不开啊！包赢的局我开饭，我开饭肯定留着给鹈鹕啊，万一鹈鹕没死呢，对不对？鹈鹕不是万一没死，是大概率没死。嗯，上马死了四个嘛。OK， 我就守在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知道你的身份，只要我不死，对吧？就赢了呀，因为你只要被刀，我就能盘得出来呀，对吧？然后谁靠近，那我溜达去了。对，你溜，你送，你去送，对，你就送。
他只要送了就行了。他落单被刀了就行。哦，不对，我想起了，我操，他专业杀手是刀他没用的。花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不能送。嗯。大强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跟你说，包包1%好。嗯，你可以相信我。包包的身份我有怀疑。你有怀疑吗？你为什么怀疑我？你为什么怀疑我？你凭什么怀疑他？我就这么跟你讲。包包。哎呦！敢不敢刀？敢不敢刀？朱大强，敢不敢刀？敢不敢刀？你敢不敢刀？我要动手了，要动手了。我这个，我你说嘛，你什么身份？我是应该单走的身份。我是应该单走的身份。你凭为什么要单走？为什么你是单走的身份？因为我是个网红啊，谁刀我就报警了。OK。OK， 可信度很高，宝宝。明白吗？肯定发生了案件。对对对，可信度很高。走，我们去找。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是很怀疑三三的哟。等一下。哎，先有说法。先有说法。先可以把他票出去。跟仙一直抱在一起。你跟仙一直抱在一起。为什么仙铁好？为什么铁好？做任务仙铁好。OK。找包包尸体，我身上有问题，我猜到了。三三。OK。游戏结束。西恩踩到的尸体啊，这一波肯定是专业杀手手杀的。我跟秀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如果马老师你能保住大强，只有出三三，三三是那个铁狼。不，秀凯发言啊，西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我跟西恩从出生到最后，就包括做任务黑灯一直都在一起的。然后我上一把是能保大强的，就是大强也算是个还蛮好的身份。我说如果我和大强都嘎了，肯定没了呀，专业杀手啊，警都没报。三个中之间出，如果包包嘎了，然后只剩下另外两个人，只能从你们里面出。然后灭灯那会儿，我和西恩直接去了收藏室那边那个做任务，我们还在说那个珊珊他往那个就是左下角里面过去了。我说那里是有个关灯的任务的，他往底下走，我们找不到他了，啊，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狼啊。不过我想知道，马老师和大强，你们两个对跟西恩一样，能不能保？能保的话就直接票杀杀过。秋凯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看到包包的尸体了？我是没有看到包包的尸体，好吧，我就说这么多。西恩，你自己想想吧，不。哦，朱大强发言，珊珊一拉狼就瓦掉，操作上捞得很，先把珊珊出了，好吧？因为我不管说能不能保刁德一，珊珊一直都在单走的这个行为是很不对劲的，瓦掉了啊。然后他的发言也相对来说比较划水，这把啊毫无烈度，所以投珊珊，好吧？我刁德一不想发言，哐，太瓦了，珊珊太瓦了，这一拿狼慌的一批，太瓦了。发言太晚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包结束，包结束，包结束。为啥你们不觉得三三最后是个刺客了？不，他是个专业杀手，因为他杀到加拿大鹅，加拿大鹅报不了警，没看着啊。报不了警。对，没有尸体，是踩到的。杀的是呆呆鸟。那你们就没有一个疑问吗？为什么刺客狼他没有踩人？因为刺客狼已经阵亡了，没人被吃了吧？那刺客狼阵亡之前为什么不杀人？为什么呢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被吃掉了。为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是刺客狼。对呀、啊。我吃不了。你在说什么团？我上马蹄湖第一个就被珊珊嘎了，完全一个人都没炫，保都没保，直接不是我在猜的时候，我在猜人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有时长，他有 CD 的，我去的，我直接过了。他你直接过了。等右上角到那个格子那里，到那格子那层木有。你格子。